同学们好，继续来学习第三章的第三节，应收及预付款项。那么应收款项呢，就是指我们销售给对方一批货，然后他没有给我钱，这个时候呢，我记入到了应收账款。那很明显呢，对方就记入到应付账款，对吧？那预付账款呢，那也是一样的，我预付给你定金，那我叫预付账款。那么你呢，可能叫预收账款，也可能叫合同负债。那么这一节呢，涉及到我们后面。 收入那一张，比如说，如果我销售一批货，一方面呢，我要确认收入，还要结转成本。那么如果款项未收呢，我要计入到应收账款。好了，先看这一节的简介。我们这一节呢，学习的内容比较多，但是呢，都比较简单。第一个就是应收票据，那这个呢，主要就是指我们企业收到的商业汇票。那如果是我开出的商业汇票。 这个呢，我们叫应付票据，是不是？收到的叫应收票据，开出的叫应付票据。那应收账款这个呢，是考试的一个重点。比如说，应收账款它的核算内容到底包括哪一些？那我销售的时候，到底哪些款项我要计入到我的应收账款？第三是预付账款，预付账款呢，我预付给别人定金，那这时候该怎么做账务处理？这个呢是比较简单的。 第四个呢是应收股利和应收利息。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上一节讲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时候，我们已经学过了。那么如果在持有期间被投资方宣告发放现金股利了，我是借应收股利，贷的是投资收益。那么如果股利收到了，我再写一个借其他货币资金或银行存款，然后贷的是应收股利。那利息的处理方式和这个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啊？第五个呢是其他应收款。 呃，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那么考试的时候呢，常见的考试的情况就是其他应收款的核算内容。那比如说，下列属于其他应收款的核算内容的是？那你得知道到底哪些我们要计入到其他应收款，那么哪一些呢计入到这个应收账款、应收股利等等，这要分清楚了。然后这一节呢是比较难的一个点，就是应收款项的减值。 这个应收款项呢，它本身呢就属于金融工具的，那么所以呢，它适用的是金融工具的减值准则。所以在应收款项减值时，我们一方面呢会算一下我到底减值了多少，我们用的方法呢叫预期信用损失法。那么第二呢，我进行账务处理的时候呢，我又用的一个一个方法叫背抵法。那么所以呢，在预期信用损失法下，我怎么样算我们这个应收款项减值了多少？ 那么在背离法下，我的账务处理又该是怎么样的？那这个呢是我们要掌握的重点。这个地方呢考试也经常会考，就是给我们一个业务，让我们判断一下，在期末时，那对该应收款项我到底该计提多少的减值？那么对于这些呢，我们怎么去学习呢？要重点掌握应收账款的入账价值，就是我们企业，那么哪些款项要计入到应收账款？ 还有就是其他应收款的内容以及应收款项减值相关的账务处理和计算。先看第一个应收票据。应收票据呢，是指企业因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而收到的商业汇票。收到的商业汇票我们叫应收票据。如果是我开出的商业汇票，这个呢叫应付票据。那什么叫商业汇票呢？我们前面呢在其他货币资金那一块儿。 已经讲过了银行汇票和银行本票了，那么看它们的区别啊。商业汇票是一种由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那么首先呢，这个商业汇票和我们前面讲的商业呃银行汇票、银行本票的区别，第一个就是对于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它是由银行签发的。 而商业汇票呢，它是签发人一般是指我们的企业或者单位，个人不行啊，是企业或单位，所以它叫出票人签发的。那么另外，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呢，它是、啊、自己付款，我银行出票，然后银行付款；而商业汇票呢，是委托别人付款，哎、呃，委托付款人付款。然后另外，对于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它是、啊、见票即付的，它没有什么日期规定。 我见到这个票据了，那我就要付钱。而商业汇票呢，它是有到期日的规定的，要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那么也就说，我拿到这个商业汇票，其实我现在是拿不到钱的。它上面有一个到期日，你必须要等到到期日到了，然后才拿着这张票据去找付款人，他才能把钱给你。那么这是商业汇票和我们前面讲的银行汇票、银行本票的一些使用程序上的一些区别。 那么商业汇票呢？根据承兑人不同，分为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那么什么叫承兑人呢？承兑就是承诺兑付。那么既然是你在上面承兑人上面签了章了，那说明就是你到期之后就要兑付这款项。所以承兑人其实就是最后的付款人。那谁承兑谁付款，也就是说商业承兑汇票，那么说明承兑人啊，他不是银行或金融机构。 它是单位，那么银行承兑汇票呢？它的付款人或者承兑人是、啊、开户银行，所以很明显，承银行承兑汇票，它的信用啊就要比商业承兑汇票要高一点。你让一个单位给你钱，和让银行给你钱，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呢，在我们现在呢，呃，一些企业的交往当中，一般用的银行汇票、银行承兑汇票比较多一点。那么还有一些大型的企业、信用度比较好的企业，那也可能。 会有一些商业承兑汇票，那么不管是商业承兑还是银行承兑，那我们都叫应收票据。但是后续呢，这两个票据它的使用上以及账户处理上可能有一点点的区别。那下面呢，我们先把各种票据啊，已经涉及到的科目，我们先来做一个总结。我们其实前面的票据啊都已经讲完了，是不是？我们该讲的也说过了，这边呢只是总结一下啊。那对于商业承兑汇票还有银行承兑汇票。 收到票据方叫应收票据，开出票据方呢叫应付票据，这个简单，刚说过了。那么对于银行汇票还有银行本票，这个开出票据方我们叫其他货币资金。注意啊，我开给你一张银行汇票、银行本票，这个时候是我的其他货币资金是减少了。那么你收到这个票据了，其实是因为这个票据是见票即付的，所以银行会直接把钱转到你账户上。所以收到票据方。 它不是记其他货币资金了，是直接记银行存款增加就可以了。然后对于支票，支票呢有普通支票、转账支票和现金支票。那不管什么支票，开出票据方我们记银行存款减少，收到票据方我们记银行存款增加。所以这里面呢，对于商业承兑、银行承兑还有支票，它们正好是相对应的。对于银行汇票、银行本票，这个也要注意啊，开出票据方是我的其他货币资金减少了。 而收到退据方，因为票据的款项是直接转到你的银行存款的，所以你是银行存款增加，这两者不太一样。好，第二个问题，应收票据的账务处理。那么第一个，取得应收票据，债务人抵偿前欠货款而取得的应收票据，也就说，他原来呢是买我一批货没有给钱，那这样的话我是记录到了应收账款，他是记录到了应付账款，是不是？现在呢，他开给我一张商业汇票。 那我收到了商业汇票了，那我记录到应收票据增加了。然后呢，来抵的什么？抵的他前面欠那个货款，前面欠的货款我不是记录到了应收票、应收账款了吗？所以就是用应收票据来抵消掉应收账款，对不对？那就是企业的应收账款减少了，应收票据增加了，所以借应收票据，贷的是应收账款。那么这是这个业务呢，是我们债权人我们做的。那你想一下。 债务人他怎么做分录啊？对于债务人来说，他其实就是用一种新债来抵前面的旧债，是不是？那么旧债就是他的应付账款，而新债呢，就是他开出的应付票据。所以对于债务人来说，他是应付票据增加了，然后应付账款减少了，对吧？那请问债务人怎么做账务处理啊？首先，应付票据增加，它是负债类的，在贷方，是不是？而应付账款减少，在借方，所以借的是。 应付账款带的是应付票据。那么学习时呢，我们要把这些应收啊、应付啊都结合起来一块儿看啊，因为它们内容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是两个不同的主体进行的账务处理。所以取得应收票据，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债权人来说，我们是应收票据增加了，然后应收账款减少了。那么对债务人来说，他是应付票据增加了。 应付账款减少了，对吧？所以他做这样一个分录，这个别搞错了啊。第二，因企业销售商品等而收到开出承兑的商业汇票，那就是我在取得收入时，我销售商品了，取得收入了吧？然后他直接没有给我钱，给我开的是一张商业汇票，所以直接是应收票据增加了，然后带的是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增值税销项税额。那么如果， 他直接给我钱了，那你说我的账务处理该怎么做、啊？他直接把钱给我了，那我银行存款是不是增加了？那这样的话，借方就不是应收票据了，应该是借银行存款。如果他没有给我钱，也没有给我开商业汇票，那我记什么地方？那就是借应收账款就可以了。现在他是给我开的是商业汇票，所以我收到了一张还没到期的商业汇票，那我要记入到应收票据增加，对吧？然后贷方。 我既然销售商品了，那如果符合了收入确认条件了，我就要确认主营业务收入。而主营业务收入呢，是属于收入类的，增加是在贷方的。那么另外呢，我销售时，我要给对方开发票，还有就是我开发票时开的是专用发票。那发票上的金额，一方面就是我的售价，另外一方面我还要替税务机关去代收销项税额，就代收一个增值税。这个增值税我就记入到销项税额。那么举个例子啊。 假设我销售这批货是卖了一百万，卖价一百万，那么我的主营业务收入就是一百万。如果增值税率是百分之十三，那么这个进项税额就是十三万。所以现在对方给我开的商业汇票要开多少钱？是一百万还是1一百一十三万呢？注意是一百一十三万。这个问题呢，我们前面解释过了啊。那对于增值税，我在买的时候。 我虽然买价是一百，但是我还要给对方十三的增值税，所以实际上我付给对方是一百一十三，对吧？那么其中一百就计入到我购买的存货的成本，十三就计入到增值税的进项税额。那反过来我在卖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卖给你虽然是卖一百，但实际上我向你收的钱包括了卖价一百，还有一个额外的百分之十三的增值税十三万，所以我实际上。 我虽然卖你一百万，这是卖价，但实际上我收你多少钱、啊？收的是一百一十三万，多收的十三万是替税务机关去代收的，是不是？所以这边注意啊，我这个收的钱应该是价格加税，是一个含税价。那如果这个款项他没有给我，我应计入到应收账款。那你会发现，计入到应收账款的金额是不是应该包括了我的卖价？ 还包括了我应收的增值税销项税额，是不是？而我真正的收入，注意只有一个卖价一百万，这是两个区别啊！应收账款和主营业务收入它们的核算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主营业务收入其实就是我的卖价卖多少钱，应收账款呢，除了我的卖价之外，还有一个销项税额。第三，呃，第二个到期收回应收票据款，那就是应收票据到期了。 到期之后呢，我拿这个商业汇票，然后去找付款人。那前面我们说过了，是无条件支付的，对吧？到期之后无条件支付。那我拿这个商业汇票找付款人之后，付款人他审核之后发现票据没有问题，就应该把钱给我。那么给我之后，我的银行存款是不是增加了？然后应收票据就没有了，所以应收票据减少了，就在贷方，这个没问题吧？好吧，这是取得。 和到期收回，第三个转让应收票据。那么转让就是，我现在呢，我以前卖别人一批货，他没有给我钱，开给我一张商业汇票，我在账上是不是记了一个应收票据啊？那么现在呢，我也要去买东西了，我现在手里也没有钱，那怎么办呢？我这边不有一张商业汇票吗？是不是还没到期？我直接把这商业汇票用来去换原材料去了，这可不可以啊？可以啊。 那企业呢，可以将自己持有的商业汇票背书转让。注意啊，你在拿这个商业汇票去买东西的时候，你不能单纯的就是把商业汇票交付给别人就可以了。交付给别人是没有用的，因为票据上所记载的收款人还是你。你给他之后，如果你没有变更里面的内容，给他之后，他到期之后去找付款人，那付款人肯定不会给他钱的，因为付款因为收款人不是他，所以我们就需要。 在转让时，在交付时，在背面，我们还要在上面写上这种变更信息，就证明我转让给你了。那这种方式呢，我们叫背书转让，其实就是把票据上面那个最终的收款人，然后改成他就可以了。这个呢叫背书转让。背书的意思就是在背面或者年单上，那记载这种转让行为并签章的这种票据行为，我们就叫背书转让。那么背书转让时， 那就是我拿这个商业汇票直接去买原材料了，就是付款时我不是用银行存款付的，我是用商业汇票的形式来付的。只不过呢，这个商业汇票不是我开的，而是别人给我的，是不是？所以借原材料，我买的是原材料吗？所以它增加了，在借方。另外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还会有一个进项税额、啊？然后带的是应收票据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我总共需要支付给对方的货款加上增值税，一共是一百万。 我应收票据也是一百万，那这样的话正好给他，我们俩就没账了，是不是？没有什么应收应付的问题了。但如果说是我总共应该给对方的货款是一百一十三万，而我的商业汇票金额一一共是一百万，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还需要再补给对方十三万、啊？哎，假设买原材料成本一百万，进项税额十三万，而我原来手里这张商业汇票只有一百万。 这个时候呢，我需要再给对方十三万，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话，银行存款又减少了十三万，再贷方，这就典型了，是一个多借多贷会计分录了，对不对？但是呢，因为这个业务呢比较复杂，所以是不是说不让你编啊？不是不让你编，不是说非让你拆开。那这个业务呢，如果比较复杂，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多借多贷会计分录，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啊。好了，如果这个商业汇票金额呢是一百一十万。 那如果是一百一十万，我还欠对方多少钱啊？一共货款是一百一十三万，我给他一张商业汇票一百一十万，是不是还有三万啊？所以减少了三万。但如果我这个商业汇票呢是一百二十万，商业汇票票面金额一百二十万，然后呢我一共买的是一百万的货，所以我一共需要给对方一百一十三万，我把这个商业汇票给了他了，上面是一百二十万，那不就多给钱了吗？多给钱了，他是不是应该把多给那一部分还给我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还给我多少钱？还给我七万块钱。那么这样，我银行存款是不是就增加了七万块钱啊？所以，这个银行存款可能是在贷方，也可能是在借方的，也就是说要看两者金额大小。如果商业汇票金额大于整个的货款，那么这样的话，对方要补给我款项，银行存款在借方。那如果应收票据金额呢是小于总总总的款项，这时候呢？ 我要继续再给对方补这个差价，那银行存款呢就在贷方了。所以这个银行存款呢，注意是倒挤出来的啊，倒挤出来的，它不是说我们我们怎么算出来的，不是直接就是倒挤出来的。你就把借方这些科目的金额写出来，再把贷方应收票据的金额写出来，然后有差额的直接往银行存款里面去倒挤就可以了。第四，票据贴现，这个贴现呢其实也是一种转让过程。 只不过呢，这个贴现指的是我直接卖给银行了，而且我取得的也不是什么存货，而是直接换钱。比如说有一张商业汇票呢，是三个月之后到期，但是呢，我现在急需用钱，怎么办呢？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商业汇票然后卖给别人啊？可以啊。一般情况下，我直接是会卖给银行。卖给银行这种行为，我们叫贴现。那么卖给银行，他不可能说银行一分钱不赚，直接把票据金额全部都给你。 他一定要中间赚一部分，那比如说，我这一张商业汇票是一百万的，我卖给银行，银行说了，你我要收一万块钱的手续费，可不可以啊？可以啊。那这样的话，我实际收到款项多少钱？是九十九万。我原来应收票据是一百万，换成了钱只换成了九十九万。那这样，我银行存款是九十九万，我应收票据原来金额是一百万，那另外一万怎么办？另外这一万块钱不就是？ 我因为筹资所产生的相关的费用嘛，是不是？我因为这个票据没到期啊，我急用啊，就相当于我把这个票据卖给了银行去筹措资金来获取这个资金，所以这个手续费一万块钱其实就是我筹资过程发生的相关的手续费，而这块是银行赚的钱。那对我来说和筹资相关的，我要计入到财务费用，所以这边呢，一万就计入到财务费用就可以了。那你说这个财务费用有没有可能出现的贷方？ 不可能，为什么？什么情况下能在贷方？就是我实际收到的款项要比应收票据的账面金额还要大。你说有没有银行说你过来提现一百万，我给你一百零二万？啊，只有这种情况下，这个财务费用才有可能在贷方，是不是有个两万？但你要知道，你让银行办事儿，银行不可能免费啊，所以他一定要赚一部分钱的，他不可能说给你白贴两万块钱。 所以这个财务费呢，一定是在借方，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费用是增加了，所以在借方。那么当然呢，你财务费用在算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根据借贷平衡的原则去倒挤。应收票据就是我们的票面金额，那我账上记了一百万，我现在卖给银行了，那我账上一百万要全部减少。而借方银行存款呢，是我实际收到的款项，那我收多少钱，我银行存款就多多少吗？所以两者肯定是有差额的。那么收到了九十九万。 票面金额减少了一百万，有差额，是不是？那就往财务费用里面挤就行了，一万块钱计入到财务费用，这就是贴现息。所以贴现利息我们也是计入到财务费用的，因为这也是筹资过程发生的相关的手续费或者是利息。好了，下面看计算题。甲公司呢是一般纳税人，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向乙公司销售一批产品，货款为一百五十万元，尚未收到。 已办妥托收手续，适用的增值税率呢是百分之十三。也就是说，甲公司呢把一批货卖给乙公司，那么款项还没有收，对吧？钱没收，一共是一百五十万，货款一百五。要注意了，货款的一百五，说明我们销售这批货的售价是一百五。那我们计入到准业务收入的金额是一百五，但是别忘了还有一个增值税啊。我们的增值税就是不含税的售价乘以。 税率就可以了，所以一百五乘以百分之十三就是增值税。所以如果款项未收，那我记入到应收账款的金额是多少？应该是价格再加增值税。那这样分类出来了，借应收账款一百六十九点五万。注意，应收账款的入账金额包括了我的售价，还有啊应收的增值税的进项税额。那么其中售价一百五计入到主营业务收入，然后一百五乘以百分之十三。 就是这个十九点五就计入到销项税额就可以了。好，第二，九月十五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寄来的一张三个月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面值是一百六十九点五万元，来抵付产品货款。就一开始呢，我卖给他一批货，他没有给我钱，我计入到了应收账款了。然后过段时间呢，他给我寄了一张商业汇票，是不是就是拿这个商业汇票来抵这个应收账款、啊？那对我来说，我这个应收票据就增加了。 而应收账款就减少了，对吧？所以啊，应收票据增加，再借方一六九点五；应收账款减少，再贷方借应收票据，贷的是应收账款。第三题，十二月十五日，甲公司上述应收票据到期，收回票面金额一六九点五万元，存入银行，那就是到期了。到期了之后呢，我拿商业汇票去找付款人，他把钱给我了。 那给我了，我的银行存款不就是增加了一六九点五吗？是不是？贷就是应收票据减少了，所以分录是借银行存款一六九点五，贷应收票据一六九点五。有同学说，老师这边怎么没有提前息的问题了？怎么把把票据卖给银行，我们有提前利息，有财务费用，那这边都没有了。你别忘了，这个不是我把票据卖给银行了，我卖给银行提前拿到钱了，那银行是要收手续费的。我现在是这个票据到期了，我找付款人。 他不是欠我一百六十九点五万吗？是不是他就给我这么多钱？他不可能说你欠我一百六十九点五，最后还款的时候你还要收一部分利息，哪有这种事儿啊？所以啊，就是借银行存款一六九点五，5, 带应收票据一六九点五。那第四个，假定甲公司于十月十五日将上述应收票据背书转让，以取得生产经营所需的 A 种材料，该材料价款一百五，增值税率是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十三，也就是说他还没有。 还没有到期啊！没有到期之前，我把这个票据啊直接背书转让给别人，然后去换原材料，其实就是把这个应收票据、把这个商业汇票当做一种结算方式，直接去啊买原材料去了，对不对？那原材料价款是一百五，所以借原材料一百五，应交税费增税——增值税进项税额十九点五，带应收票据十5点五。这边注意啊，是带应收票据，因为这个票据呢是别人开给我的。 我账上是不是就记了一个应收票据啊？我现在就拿这个别人开给我的应收票据，然后去换什么？去换原材料。所以这边是应收票据减少了，再贷方。那金额巧了，正好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面呢就不存在银行存款的问题了。那么如果该材料的价款是两百万，那进原材料应该是两百。应收应交税费，增值税进项税额应该是两百乘以百分之十三是二十六万。 所以总共呢，我需要给对方的款项应该是两百二十六，对不对？但我这个商业汇票啊，人行说票据只有一六九点五，所以我还要再给对方复查价，银行存款。那么这个金额应该就是总的二二六，就是价税合计啊，然后减去商业汇票金额一六九点五，差额计入到银行存款就可以了，没问题吧？那反过来，如果这个原材料金额呢不是一百五十万，是一百万。 我买价是一百万，那增值税多少？增值税就是一十三万了，一百万乘以百分之十三，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我营收票据都给人家了，所以我减少了，依然是一六九点五。但是我是不是多给钱了、啊？我营收票据是一六九点五，但我实际上应该给对方的货款是一百一十三啊。所以中间差额怎么办？对方得把差价再补给我。那这样的话，在借方我写这儿吧，在借方就多了一个银行存款。 这个差额是不是就是一六九点五减去一百一十三？这是银行存款的金额，没问题吧？哎，要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如果少给钱了，就商业汇票金额比货款加增值税还要小，那我再补，再补人家差额，所以贷方是银行存款。那如果商业汇票金额呢，要比啊原材料货款及增值税要多，那对方就得把差价再还给我，那我银行存款就增加了，所以在借方。 哎，这地方呢要灵活去用啊。好，第五呃啊，我们再提这个问题啊，就和这个题目相关的，和这个题目有点类似的。如果这个题目改为开出商业汇票购物 A 材料，其他数据不变。也就说，这个题目呢，这个商业汇票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商业汇票是原来别人给我的，所以我记录到了应收票据了，是不是？所以我呢，这个应收票据。 去背书转让换原材料时，那我贷方应收票据是减少了。那么如果我还是拿一个商业汇票去买这些原材料，但这商业汇票呢不是别人给我的，是我直接开出来的，我直接开出商业汇票来支付我购买原材料的款项，那这个时候它会有什么变化呢？注意了，这个时候就不是应收票据了，而是应付票据。其他都是一样的，原材料。 进项税额只是贷方变成了应付票据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我自己开的商业汇票，对吧？我开一张商业汇票给了你了，那你叫应收，我不就叫应付吗？对吧？那为什么前面那个叫应收啊？因为那个商业汇票是别人开给我的，我在账上就记了应收了。只不过我拿着商业汇汇票又去换原材料了，所以应收账款减少了。现在是我自己开出商业汇票去买原材料，所以我是计入到应付票据的。 所以这两个别搞乱了啊！一个是拿以前就有的商业汇票去换原材料，带的是应收票据；如果是我直接开出商业汇票去买原材料，这叫应付票据。第五个，假设甲公司呢于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五日将上述票据贴现，就实在是等不到到期了，然后呢把这个票据卖给了银行了，其实就是背书转让给银行了，提前利息呢是九点五万。 一共是一六九点五，银行给了多少钱给了一百六十万，提现期是九点五万，对吧？那想一想，我银行存款是不是就增加了一百六十万？所以借银行存款一百六，然后应收票据减少多少？应收票据总金额是一六九点五，我既然现在卖给银行了，那我账上没有了，所以我要减少应收票据一六九点五。所以基本分数就是借银行存款一百六，贷应收票据一六九点五。 而差额就计入到财务费用就可以了，所以借方还会有一个财务费用九点五，这是应收票据相关的账务处理啊。我们看一个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应计入到应收票据科目借方的是：A. 销售商品收到的是银行汇票，银行汇票我们记哪儿？我我如果是开出的银行汇票，那记入到其他货币资金；如果是收到的，我直接记银行存款，所以 A 错了。 B 销售原材料收到的商业承兑汇票，这就叫应收票据。注意是收到的，如果是开出的，这叫应付票据。C 提供服务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这也是。D 销售原材料收到的转账支票，对于支票啊，不管什么支票，我们都是记银行存款。我收到方，我记不到银行存款增加，我这个开出支票方，那就记银行存款减少就行了。 所以这个题目呢，答案选择 B 和 C。然后我们把相关的会计分录啊，我们一块看一看。第一个是销售商品收到银行汇票，那这样的话就是借银行存款，这就是那个银行汇票金额，代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增值税销项税额。那么第二呢是销售原材料收到商业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是借应收票据，销售原材料呢对工业企业来说，我们一般记不到的是、啊、其他业务收入。这边注意，我再说一遍啊。 我们前面说过了，对工业企业来说，销售产品或商品一般叫主营业务收入。如果是销售材料，或者是我出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或者包装物等等这些租金收入，那我都叫其他业务收入，是不是？所以带其他业务收入，然后应交税费、增值税销税额。第三个呢，也是销售材料啊、呃，销售商品取得了银行承兑汇票。 那么借应收票据、贷主营业务收入等等应交税费、增值税销税额。最后一个呢是销售材料取得了是支、啊、票，支票记入到银行存款，所以借银行存款、贷现在业务收入，然后销项税额。你会发现没有这些分录的模式基本都是类似的，是不是？那贷方都是什么什么收入，然后销项税额，就是根据我收到的款项或者票据的种类不一样，我借方记入到的科目是不一样的，看到了吧？ 那么，如果收钱了，那借就是银行存款；如果没收钱，借就是应收账款。我如果收的是商业汇票，借应收票据；如果收的是银行汇票、银行本票，那借银行存款，没问题吧？嗯、好了，再看第二个应收账款。那么，先看第一个问题：应收账款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应收账款主要是指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经营活动。 应向购货单位或者接受服务单位收取的款项，这边注意啊，应收账款一定是你们发生的业务往来，业务往来了就是我们企业的经营活动，这个时候产生的应收的款项，我们叫应收账款。那么它主要包括了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向有关债务人收取的价款，还有增值税。哎，这个我在前面是不是说过了？如果我销售一批货。 你没有给我钱，那我记不到应收账款。那么整个应收账款包括什么？包括我的销售价款，还包括了替税务机关代收那个增值税进项税额，是不是？所以应收账款里面包含了卖价，就应收的价款，还有按照卖价算出来的那个增值税进项税额。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代购货单位垫付的包装费、运杂费，什么意思呢？也就说，这个包装费、运杂费啊，是应该。 购买方，哎，购货单位他支付的，那只不过呢，货从我这儿去发货，我要先给他包装好了，然后顺便先把他把运费给付上，是不是？那这样这些包装费、运输费，既然是属于购买单位来负责的，那我先帮他垫上，然后他到了之后呢，他再把钱给我不就可以了吗？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这个代购货单位垫付的包装费、运杂费，那你购货单位是不是也应该再给我啊？所以啊，这部分也应该计入到。 应收账款。好了，先提示两个问题啊。第一是代购货单位垫付的包装费、运杂费、增值税进项税额是属于应收账款的范围，但我们不属于企业收入啊。注意，不属于企业收入。也就是说，这些呢是我们发生一些费用。你虽然是以后啊，你的购货单位要给你这笔钱，但是这些钱，注意，都不是我们收入。我们的收入就是我们销售产品那个价款。 它和增值税没关系，增值税呢是加外税，它不计收入的，和收入没关系。另外，我代购货单位垫付的款项，他以后虽然要给我，但其实就是我先帮他付了，他以后把这钱还我的，所以我计入到了应收账款了。但是它不属于企业收入，企业收入仅仅就是指我们企业商品的售价。那么第二，如果采用委托收款方式，还有赊销方式，还有托收承付方式销售商品时，那么应计入到应收账款科目。也就是说，题目里面呢可能。 并没有明确说什么钱收没收啊，但是他可能明确说了这种结算方式是什么，例如委托收款结算方式，那就是我把货发给你之后，我委托我的开户银行，然后向你的开户银行去收钱，这又叫委托收款。那很明显，我货发了，请问我钱收到没有啊？没有收到呀，那记不到应收账款。哎，赊销就好理解了，卖东西没给钱嘛，没收钱。托收承付呢，和委托收款道理差不多的，就是我通过交通运输部门。 把货发给你之后，然后呢，把相关的发货运单据，然后交给我的开户银行，让他替我向你收钱，这叫托收承付。那这个呢，两个呢其实差不多，但不管怎么样，是不是都是指我现在款项还没有收到啊？哎，所以如果题目没有明说款项收没收，那么你要看他有没有具体的结算方式。如果有的，像委托收款啊、托收承付啊，还有赊销啊，哎这些，我们都把应收的价款啊，还有这个增值税啊。 还有带电的款项，那都记入到应收账款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看这两例子啊，关于这些费用到底记入到什么地方的问题。假设甲公司销售给乙公司一批货，那么甲公司呢卖这些商品的售价是一千万元，增值税率是百分之十三，明确说了款未收。这个时候涉及到两个问题：对甲公司来说，那他要确认收入啊，那收入金额是多少？ 那么第二就是款项未收，它又计入到应收账款。那应收账款金额多少？对不对？另外呢，甲公司支付运杂费五百元。这地方注意，他说的是甲公司支付运杂费，他并没有说这个运杂费是代乙公司垫付的，对吧？没有啊。那这这样的话，这个五百运杂费应该是属于甲公司的一种费用。那先想一想，这五、个、百费用运杂费对甲公司来说，它算是一种什么？ 算一种费用，那记不到什么费用啊？你看，对甲公司来说是销售产品，也就是说，这个五百其实是甲公司在销售过程发生的运杂费、包装费、保险费，所以这个五百对甲公司来说是属于销售费用，的，明白了吧？所以这五百计入到销售费用。好了，我们看甲公司，甲公司的话，它确认收入金额就是商品的售价一千，然后一千乘以百分之十三。 就计入到销项税额，那么这五百计入到销售费用，而应收账款金额只有这个卖价一千加上增值税一百三一三零，这个没问题吧？然后对乙公司来说，你想乙公司啊，它是买方，那么买方把这批商品买过来了，它购入的存货的成本是多少啊？它的进项税额是多少啊？ 如果款项没有付，那记不到应付账款金额多少？哎，两者是对应的，我们就把它们放一块儿看啊。那么对乙公司来说，它购入的存货成本就是买价一千，然后呢支付的增值税是一百三十万，那就有到进项税额。所以你看，甲公司开给乙公司的专用发票里面有一个增值税这一栏是一百三十万，这个一百三对甲公司来说是销售过程发生的，是不是？是销项税额。 而对乙公司来说呢，它是购进过程发生的，所以对它就是一个进项税额，然后应付账款一一三零就行了。哎，乙公司这五百怎么处理啊？乙公司这五百跟你有一毛钱的关系吗？没有那是甲公司花的钱，跟我乙公司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就比如说你在某宝买东西，人家是包邮的，那么它会发生一些包装费啊，还有运费啊，就是邮费啊，这个邮费和你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是不是是人家花的，你根本就没花一分钱，所以你不用管他支付的运杂费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好多同学呢，现在呢老是操心什么哪个明星又离婚了，哪个明星又出轨了哪个明星被人拍到和谁谁谁又走一块去了，你关心那个干嘛？那是人家的事儿，是不是？你关心关心你自己的什么存货成本啊，你的收入啊，你的税啊，你的应收应付就可以了，是不是？你关心别人出名出轨干嘛呢？对吧？这个不太合适啊。 好了，看下一个问题。那么甲公司呢，还是这个例子，只不过呢，这个五百变成了甲公司代垫运杂费五百，也就是说，这个五百是应该乙公司来承担的。只不过呢，甲公司先帮你垫上了。那你说，这个钱乙公司应不应该还给甲公司啊？应该。所以在算应收账款时，那甲公司呢就要把这个五百也要加上。所以对甲公司来说，它的主营业务收入依然是啊一千，这个没有变化。 然后一百三还是先项税额，这个时候应收账款就变成了售价一千加增值税一百三，再加替乙公司垫付的款项五百，等于一六三零，是不是？好了，对乙公司来说，这个售价是一千，这个运杂费是五百。那么这样的话，乙公司为了买这批货，一方面花了买价一千，还有就是花了运杂费五百，对吧？刚说过了，这五百是乙公司承担的。 是以公司花的钱，所以啊，这个运杂费其实是为了取得该项资产所发生的必要支出。那么这个必要支出，我们就要计入到我购买的存货成本。所以对于乙公司来说，它购入的存货成本是一千五，然后一千乘以百分之十三，这个一百三还是计入到进项税额。另外现在钱不是没有付吗？哎，没有付还是记不到应付账款。一共该付多少钱？ 这个五百是我费用，是我的费用，我应该承担的。但是我现在呢还没有还给甲公司，他帮我垫付了之后，我还没有给他。这种情况下，这个五百也应该记入到应付账款，是不是？所以应付账款是一六三零。那你会发现，甲公司确认的应收账款就是乙公司确认的应付账款，这两个是一样的。那甲公司确认的销项税额就是乙公司确认的进项税额，这两个肯定也是一样的。 这毫无疑问吧？嗯，那么这个主营业务收入和乙公司确认的存货成本，这个可能就不一样了，因为乙公司呢，除了我的买家之外，还可能会支付其他一些运杂费，这时候呢，存货成本就和主营业务收入就不一样了。但是这两个肯定是一对应的，现项税额卖方的进项税额就是买方的进项税额，而卖方的应收账款一定就是买方的应付账款，这两个肯定一样。那包括前面的例子也是一样的，甲公司的。 进项税额一百三，是 130, 就是乙公司的进项税额一百三，然后甲公司的应收账款一1三零，是不是就是乙公司买方的应付账款一1三零？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对应的一样的啊。单选题：下列各项中，在确认销售收入时不影响应收账款入账金额的是？那么记住了，应收账款入账金额就三项，一个是货、啊、款，一个是增、啊、值税进项税额，还有一个是贷。 购货方垫付的款项是不是销售价款？这个会影响增值税销税额，会影响销售人员撤离费，这个会不会影响啊？刚才说说的内容里面有没有这个差旅费的问题啊？没有。而这个销售人员撤离费，它是和销售相关的，所以我要记不到什么销售费用？所以这个注意，它记不的销售费用。还有销售产品带电的运杂费，说明我销售这个产品。 我替购货方去代垫了运杂费，那么这个运杂费呢是购货方他要承担的，所以他要把现在这个钱给我，啊，所以这部分我们叫应收账款。所以答案选择 C，因为 A、B、D 都是影响应收账款的，只有 C 不影响。好，第二个问题，应收账款的账务处理。那么为了反映和监督呢应收账款的增减变动及结存情况，那我们就设置一个应收账款科目。 那如果企业里面呢不设预收账款，那预收的款项我们也可以在应收账款里面去、啊、核算。这其实就是应收和预收是可以相互通用的啊。应收它的余额一般情况下是在借方的，如果余额在贷方，那可能就表示预收账款。那反过来，预收账款呢，一它是负债类的，一般余额是在贷方的。如果出现在借方余额，它就表示应收账款。所以啊，应收可以表示预收。 预收也可以表示应收，所以两者相互通用。那么，如果你企业里面你没有预收账款，没设置科目，所以发生预收款项时，那你就可以直接用应收账款来替代。好了，第一个，企业销售商品等发生应收款项时，这个你会发现啊，它的业务处理是不是和前面应收票据基本类似啊？我们要确认收入啊，是不是？然后，如果对方开给我的是商业汇票，那我就借应收票据就可以了。 如果对方直接把钱给我了，那我就借啊银行存款、啊；如果对方没有给我钱，那我就借应收账款嘛。那么如果下一步对方他拿一张商业汇票来还这个应收账款，来还这个货款，那我怎么做啊？那就是拿应收票据来抵这个应收账款，所以应收账款减少了，应收票据增加了。分录是借应收票据，贷应收账款。这是我们前面应收票据那一块是不是讲的内容啊？那么其他都是一样的，包括我们的卖价确认收入。 然后增值税确认相应税额就行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主营业务收入、啊、与主营业务成本是相对应的。一般情况下，确认收入了，那必然要结转相应的成本，因为你取得这项收入，它一定对应的会有成本。那么你收入一支了，收入知道了，那你成本要不要确认？啊，要确认，所以他们俩是一对儿，它出现了，它就得出现啊。那么结转成本时怎么做分录啊？借主营业务成本，贷库存商品，因为我销售这样一批货。 我收入增加了，另外我的成本、我的费用是不是也增加了？所以主营业务成本在借方。另外我把货发给别人了，我的库存商品是不是减少了？所以库存商品减少在贷方，那就是贷库存商品。比如说，我销售一批产品，货款一百万，增值税率百分之三，呃百分之十三。该批商品呢，它的成本或者账面价是六十万。假设款项未收。 那么这样的话，代主营业务收入就是我的卖价一百万，增值税销税额就是根据不含税的售价一百万乘以百分之十三算出来的十三万，所以我的应收账款应该是一百一十三万，这个没问题吧？好，然后呢，这批货的成本是六十万，说明我这个业务赚多少钱？那不就是一百万的收入减去六十万的成本吗？所以就是四十万喽。所以我们为什么确认收入同时还要几万成本？那其实呢，就是看一下我这笔业务到底赚了多少钱。 那么成本价六十，那就把库存商品六十万转到主营业务成本六十就可以了。所以从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主营业务成本，就能看出来，我销售该批商品，我其实盈利的是4四十万。第二，企业代垫付包装费、运杂费时，那么前面说过了，我代购货单位垫付的款项，我也要计入到应收账款，是不是？做垫付时借应收账款，贷的是银行存款，这个没问题吧？ 那有同学说：“老师万，万一我在支付时，哎，对方给我开张专用发票，那专用发票里面不是有进项税额吗？那我这边要不要把进项税额给列出来？”这时候你注意啊，你是替人家购货单位垫付的款项，你垫把这个钱给谁了？给到交通运输部门了。那交通部门开的专用发票里面，那个接受票据单位，注意不是你，不是卖方，因为这个钱你是替人家买方垫付的，那么开发票也应该。 开给买房啊，是不是？钱是人家付的，你应该开给买房，所以专用发票上面的金额，它是买房的，上面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也是买方可以抵扣的。你虽然帮人家垫付了，你不能抵扣啊。所以这边你不能把专用发票里面那个进项税额计入到自己的进项税额，你应该把这个发票拿到之后，老老实实的还给人家买房，或者说直接钱付了之后，等到货物运到了，让交通运输部门直接把发票直接开给买方就可以了，对吧？ 所以我只需要把我付的款项记入到应收账款就可以了。好，第三收回应收账款时，那就是应收账款减少了，银行存款增加了，所以借银行存款，贷应收账款。我们先看一个比较简单点的计算题啊。甲公司呢是一般纳税人，采用托收承付方式向乙公司，也是一个一般纳税人销售商品一批。这边说到了是托收承付，说明这个款项收没收？哎，还没有收。 那货款呢是三十万元，成本二十五万元，已经告诉我们了货款和成本了，所以我确认收入时，那么应确认的收入就是三十万，应确认的主营业务成本就是二十五万，然后增值税呢是三点九万元，请问三点九怎么来的？就是三十万乘以百分之十三，是不是算出来了？哎，然后以银行存款带电运杂费六千元，带电包装费三千元，那我一共带电多少钱？ 一共代定的是九千块钱，这九千块钱呢是啊买方他应该负担的，我先帮他付掉了，对不对？以后他要把这钱给我，所以我们先算这样几个数字啊。第一，我应确认的收入金额是多少？是不是就是我的货款三十万？我应确认的主营业务成本金额多少？就是这个二十五万。那么我应确认的应收账款是多少？应该是货款三十万加上增值税三万九，哎，这个。 成本要不要再算一下了？要不要加上了？你注意啊，应收账款是我卖的时候，我卖人家多少钱？三十万，增值税项税额三万九，和你的成本有没有关系啊？没有，你成本你没收钱啊，你也不应该再向人家收益成本价。都千万不要注意，千万不要注意啊！把这个成本你不要再把它加上了。然后还有你带电的运杂费六千，还有这个包装费三千，是不是也该加上？所以整个应收账款应该是三十万加三万九再加六千。 三千就可以了。好了，看翻录，第一步确认收入，借应收账款三十三万九千，然后贷主营业务收入三十万，进项税额三万九。垫付运杂费时，借应收账款九千，贷银行存款九千，因为一共是九千，一个六千，一个三千。而且这题目已经说了啊，这里面带电的运杂费、包装费，那不考虑增值税，所以你就不用管了，不用管什么进项税额的问题了，就简单了。 好了，然后呢？结转销售商品成本，借主营业务成本二十五，贷的是、啊、库存商品二十五，这个没问题吧？好，再看下一题。承上例，如果甲公司呢委托银行收取乙公司款项，改为商业承兑汇票结算。那收到了乙公司交来的商业承兑汇票一张，面值三十四万八千，用来偿还前期货款。那么意思就是，原来不是我，不是委托银行收款方式，是不是？现在改了，对方说了，我银行存款钱不给你了。 我给你开一张商业汇票，行不行？行，那商业汇票给我了，我计入到应收票据，然后抵的是我前面确认的应收账款，所以应收票据增加三十四万八千，带应收账款三十四万八千。这个三十四万八千是不是就是我前面确认的这个应收账款？对吧？一个是三十三万九万，还有一个是九千，两个加起来，这是两个应收账款啊，两个应收是合起来是三十四万八千。 好，下一题。某企业采用托收承付方式销售一批商品，专用发票注明的价款一千万元，增值税税额是一百三，销售商品为客户代垫运杂费五万元，全部款项已经办妥托手续。那该企业应确认的应收账款多少？这个五万是代垫的，所以它应该计入到应收账款。那么这样的话，应该是一千加十一百三加上五万，一一三五。答案选 D，这个没问题吧？ 那如果题目稍微改一改，把不是带电的，而是销售商品，我自己支付运杂费五万块钱。那请问，这个时候应收账款是多少？也就是说，这个五万啊，是我自己支付的，而且是我自己承担的，和人家买方没有关系。所以这个五万呢，我记不到销售费用。那么，真正的应收账款就变成了一千万加上一百三十万，一三零。单选。 甲公司呢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乙公司销售商品一批，商品价款二十万元，增值税额二点六万元，以银行存款支付带电运费一万元，增值税额零点零九万元。这里面呢，带电的运费一共是一万，然后还支付了一个增值税进项税额是零点六九万元，所以我一共支付了运杂费含税是一点零九万元。 那么上述业务呢，均已开具专用发票，全部款项尚未收到。那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应收账款的入账金额多少？首先，第一个卖价二十万肯定记不得应收的。另外呢，增值税税额二点六万也记不到应收，对吧？那么还有这个运费一万，还有增值税零点零九万，这两个怎么处理啊？这是一个带电的，是不是？那么既然是带电的，那我应该记不到应收账款啊，买方应该给我的。 那么运费肯定是要记的，营收。那么增值税进项税额我要不要也记应收啊？注意啊，也记应收。就比如说，你让别人帮你去买一件衣服，然后你说在四百到五百之间就可以了。他花四百八，你就要给人家四百八，是不是？他花四百九，你就要给人家四百九。所以，我既然是帮你带垫运费，我帮你垫多少钱，你就得给我多少钱，对吧？所以，垫运费一万块钱。 另外呢，交通运输部门还向我收了增值税零点零九万元，我也付了，所以，我一共帮你垫付多少钱？一点零九，我帮你垫付这些钱，你都应该给我，啊，是不是？所以你应该给我的是一点零九万元。那这样的话，应收账款的总金额应该是二十加二点六，6, 再加一万，再加零点零九就可以了。答案选择 C。那我们看这个业务的分录怎么写啊？借应收账款二十二点六，贷主营业务收入二十。 进项税额二点六，这是销售商品的那个售价计入到主营业务收入了，税计入到进项税额了。然后下面呢又带电了相关的费用了，借应收账款一点零九，贷银行存款一点零九。这边千万注意，这边有个增值税税额零点零九万元，是我接受了这种运输服务，然后支付给运输部门的发票里面所载明的这个增值税额。但这个增值税额我能不能计入到我的进项税额？ 不能，因为这个费用是我替啊，替买方去垫付的，所以这个发票应该是买方拿走之后，他去抵扣，是不是？所以我就直接是全部记入到应收账款就可以了，因为这笔费用跟我没有关系。好了，以后收到钱了，那分录怎么写啊？这时候两个应收，一个是货款加增值税，一个是代垫的运杂费，把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所有的应收。 收钱了，借银行存款，贷的是应收账款，对吧、嗯？这个题目如果改一改啊，这不是代垫运费，而这个运费呢是我自己支付的，就是自我是我自己承担的。那这时候你想分录怎么做、啊？先分析分析啊，既然这个运费是我自己承担的，那说明什么？说明我的应收账款里面就不包括这一部分了。既然不包括的话，应收账款就是二十万加二点六万就可以了。 而这个呢，我代垫的运费，我支付的运费啊，注意啊，我再说一遍，是我自己承担的运费，那这个应该计入到我的销售费用，哎，是销售过程发生的，计入销售费用。那么，所以这个一万计入到销售费用，而零点零九现在我可不可以抵扣了？可以了，这个费用是我自己承担的，发票也是开给我的，所以发票上记明的这个进项税额，那我就可以抵扣了。所以应该是借销售费用一万。 应交税费增值税进项税额零点零九，代银行存款一点零九就可以了。好，假设将本题改为以银行存款支付运费一万元，增值税税额零点零九，其他条件不变。刚才说过了吧？那就是这个运费是我自己承担的，既然是我自己承担，那应收账款里面就不包括这个运费了。而且这个发票是开给我的，所以这个计算税额我就可以抵扣了。那看分录，借应收账款二十二点六。 带主营业务收入二十，销项税额二点六，而这时候呢，我自己承担的这个运杂费，哎，我就得记入到我的销售费用一万，也是不含税价啊，记入费用的是不含税价一万，增值税呢是可以抵扣的，计入进项税额，带银行存款一点零九就可以了，看清楚这两的区别吧。如果是带电的，我直接把这两个记成应收账款就可以了，因为我带电的。 这个进项税额我是不能抵扣的，因为这个发票根本就不是开给我的。那如果是我自己支付的，这个时候这个发票是开给我的了，那发票上的运杂费我记不到进项税额，呃，记不到销售费用，然后里面载明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我就可以抵扣了，记不到进项税额就可以了。注意区别啊！好了，再看一下这一讲的练习题。 第一题，下列各项中，企业应通过应收账款科目核算的是？那再说一遍啊，一个是货款，一个是增值税销税额，还有一个是代购货单位垫付的款项，对吧？嗯，自己做。好，下一题，甲公司呢是一般纳税人，销售商品批，专用发票注明的价款是四十万元，增值税税额呢是五万二，款项尚未收到，另支付商品运杂费五百。 注意是另支付，是不是带电的？不是。那如果不是带电的，那请问应收账款里面包不包含这个运杂费啊？就不包含了。好了，这是我们这讲内容。我们这讲呢主要是讲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那么请问呢，应收票据它就是指的商业汇票。那么里面的设备的账务处理，一个是我收到商业汇票时，我记不到应收票据；然后商业汇票减少时，那就是贷应收票据，是不是？那包括了直接收到款项了。 还有就是把商业汇票背书转让给别人来换原材料，还有就是没到期我把商业汇票贴现给银行了。那么这些都是商业汇票减少了。具体账户账务账账务处理一定要对照我们前面的例题要好好做一下。然后就是应收账款，那么这里面呢考的比较多一内容就是应收账款的核算内容到底包括哪一些？一共是三项，这个别搞错了。然后你要和我们确认的收入还有确认的销项税额要把它分清楚了，尤其是那个预运营杂费的问题。 到底是我们自己承担，还是替对方带电的？那么两种处理方式，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哎，我们要先理解它的思路，先理解原理，然后再去想为什么账务处理这样做。好了，我们这一讲到此为止，谢谢大家。